8日，2011上海国际嘉年华在上海举行了媒体见面会。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陈东率各领导出席了此次见面会。此次嘉年华空降浦东市播园，占地面积约为8万多平方米，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次嘉年华。与此相应的必然是更大的游乐场地与更好的视觉享受，确保游客玩得舒心。此次嘉年华以奉献精彩、体验快乐为宗旨，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游乐设施汇集世博园，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大家面前，相信一定会为你奉上一场惊险刺激的狂欢盛宴。